淘汰掉三只母猪不要了，要换产量高的母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养猪小姐姐。今天我们家要淘汰掉三只母猪，不要了，把它卖掉。这一只母猪的话有498斤，超级重，我六个人都拉不住。然后这一头的话就是510斤。这一头比较难搞，几个人弄了好半天才弄上去，它太厉害了，太聪明了，然后它一直拉着他们在转圈圈，几个人都搞不赢它，太厉害了，它也太重了，从里面赶出来就比较难赶呀，拉都拉不住，它力气太大了，看到吗？五六个人都拉不住一头猪。这只猪的话有510斤，这个母猪的话从5月份断完奶，然后就老是配不好，然后的话太胖了就不要了。现在的话也要换一些二元母猪比较多，产量高一点的。这些母猪的话慢慢都在淘汰这些后备母猪，它养的太胖了，一直都没有怀孕，配上以为它怀有了，然后又给它吃多，结果又没怀上。就一直的话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，现在的话有500多斤。最后一头，这一头的话就只有300多斤，三头猪一共是1300多斤，这个300多斤，那两头加起来1000斤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母猪的话一斤的话是卖3.5块。好啦，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喜欢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，给个强烈推荐。